老师的堂名是留下人生的古魂感，一座古魂就表示死神呀。魂不定，人初秋，明日落红迎君旧，留不尽几度秋，变作春江总是路，沙哑又听无间曲，今宵只盼过魂雨，回首君心记不在，此魂应刻的人心。今日是头七，今日苏魂今今生含魂，本是功德，可是你心胸的硬汉肉。令我当空无一人。是讲到能对抗地煞众人的威势吗？剑军十二分来到领月堂，由身后什么任务？暗锤冰石路，引路射击，风之痕独穿玉界第六天，仍可顺利救出花姬吗？令佛心破损之剑，就可有将寒冬岭一破的武林血剑呢？吴小凤连以数环金相继露面，就可代表武林再现生机，要和身在两难之中。你做出什么决定？有几结果？请继续做看我们的故事戏《霹雳一梭子勇夺霸业》第32集《武动世界》。